好，那我们再来聊另外一件事情哦。今天这个事情不是我硬要聊了，硬要硬要聊哦。我也懒得讲这个人，但是因为今天、昨天就有在问，很多人在问。那现在新闻闹得非常非常的大，百分之八九十趴吧，哦，都对我们的这个感到不满，哦，就这个所谓的抄袭事件。那整个。 现在整个新闻哦，从昨天报道，今天好几则出来了，全部都是。那我看到下面的留言呢，居然一面倒哦，全部都在骂啊、哦、我们的这个什么 local kid 哦，因为讲这个要我要讲的很慢，不然等下要收传票，哎、欸，讲的比较慢一点。啊，又给他俩丢这里旁哦，因为他是出名的嘛，只准他骂人。 这次又来了嘛？不准人家讲他，那这个东西就是呃，我认为啦，我也不是什么音乐哦什么的，但是有时候是不是要看一下这个整体这个民众的反应哦？这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一件得奖的事情哦，闹到现在好像好像要被这个奖好像要搬不下去。 那这件事情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，也有很多人在新闻下面的留言各式各样。我先讲，这不是我讲的哦，我也没有诽谤。这个的确是新闻下面很多人的心声。比如讲说，你以前到现在所主持的节目类型也一样。台湾大家都知道嘛，台湾的艺人圈的节目，无论是现在坐在 YouTube 上的，还是说。 台湾有史以来到现在的所有很多节目，几乎都是抄日本跟韩国。那你要不要深刻的检讨你一下自己？对你不能说哦，你抄袭，那你自己的所主持的所有的节目，几乎也都是日本跟韩国的东西，也全部都抄袭嘛？这个也是今天新闻下面最多人在一一满头问号的东西。哦，满头问号的东西。 所以，呃，很多很多很多的时候，就变成说，还是要注意社会的感感官呐、啊。哦，反正你这么大嘛。但是反过来就是说，在经历过这几次的事件，从你跟我哦，你骂网红这件事情开始，一直到你加入东升直销做代言，再来又造成了。 那个所谓的呃疫苗那个什么快筛 App 的事件，然后这一次又来到了这个所谓的抄袭的事件。哦，虽然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看得开的人，反正好的新闻、不好的新闻，对，你没错啦，也没错啦，都是新闻啦，都是流量。但是我实在是觉得这个是有点糟糕，哦、呃，这个是有点糟糕了，好不好？ 哎、欸，我跟你讲啦，聊什么都可以啦，聊什么人家都爱看的。喜欢你的人，你聊什么人家都爱看；不喜欢你的人，你整天站在那边讲的头头是道，讲的他妈的很有道理，人家也不一定看呐。所以不一定要骂嘛，你整天骂人家看了也会神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哦。 所以有时候啊，真的啦，不要在那边讲那些。哎呦，馆长以前啊、呃，现在啊，以前怎样？啊，现在怎样？那、啊、你不就讲啊？以前都怎样啦、啊？啊、怎样？那、啊、所以怎样？我以前有做不好，还是我以前怎样？啊，现在啊，现在我做不好了，我哪里做不好？啊，他就是个商人呐、啊！这句话是我听过最蠢的一句话。他就是个商人呐、啊！我觉得是个商人还蛮……他就是个老板，是个商人。我觉得你是在夸我。 还是在损我？正常，你就看到这种话，就是在损我啊！不然你要讲什么啊？馆长就是个强奸犯啦，馆、啊、长就是个偷窃犯啦，馆长就是一个杀人犯啦，馆长就是一个卖毒犯啦。不是啊，我不知道商人是为什么你们都喜欢打这句话啊？馆长就是个商人，好像一副商人是那种贬义，可是我我想不出来，商人应该是一个。 欧罗吧，不然要什么人、啊？他他就是一个懒觉，像管粉一样懒觉很小的人啦、啊，啊，他就是一个啊，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整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整天就是说，那、啊、管长就是个商人，你以为哦？你以为他会怎样哦？不是你不我商人到底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跟你讲啊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呐、啊，没有圣人。 我到目前为止啦，我没有看到圣人，有的话你通知我，我想看看什么叫圣人。这里从不犯错哦，everybody 都喜欢他。我目前为止，我人生当中我没有遇到任何一个这样的人，我没有遇到，我只遇到每一个人都是有缺点的，而且这个世界就是因为大家都有缺点，我们才可以。如果大家都完美无瑕，哇，我跟你讲。 这个世界也不再那么有趣。活在人身上嘛，哪一个人在聊天室说我就是完美的？有啦，你现在会讲这句话，代表你投壳撞到了。每一个人都有缺点，而我的缺点大辣辣的。你你认为是缺点，亦或有人认为是优点？有人认为我那娇，有人认为有趣啊，我听得很爽啊，我喜欢。有些人觉得我没水准，所以这个东西。 它本身就没有一定的价值性，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人每人本来就不是十全十美哦，人本来就不是十全十美，人一定有缺点。所以你在追求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我们常常在网络上看到这么多网红、艺人，哪一个人不犯错？我们在讲到网红、艺人。 明星、政治人物，我最常看到的就是谁又去干谁了啦，谁又去给谁干了啦，谁又要离婚了啦，谁又他妈的鸡巴跟小三了啦，谁又开车他妈就去,去这旅馆说他妈去里面开会啦？只是去里面休息开会了。这一种类似这样的一个、喔，哦，金蕉给加吃金蕉，哦、喔，吃用吃金蕉，哈。 被吃货是他妈的嘞，自己出是不是？或是他妈的放进去，商家放进去，跟救鼠惊。你们这二十年来看的烦不烦？应该很多吧。可是为什么这些人之后他的支持度有人不退反增？现在这个社会，我们其实越来越自由化，越来越美国化。这个时候，我再把话题再拉回来，因为粉丝本来就是吃的就是人。 人，你懂吗？我喜欢这个人。至于说他犯的错，大家愿不愿意让他过，就这么简单。大部分还不是让他过，我们又不是中国大陆，对不对？会上名单的，哦，会他妈的鸡巴嘞！像现在这个，哈哈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还珠格格嘛，还钱格格嘛，把钱吐出来嘛，哈哈！习近平要你吐你就吐。 啊，我们是社会，社会是自由的，每一个人都是有缺点那难道我讲的有错吗？连吴宗宪嘛，也是一样嘛，酒驾嘛，对不对？家庭婚姻也不正常啊，也是外面那个谁女性跟他什么样啊，又怎么样？绯闻一大堆嘛，还是有人喜欢啊，还是有粉丝，还是有观众群啊？ 所以他还可以很大声的说啊，说你看我玩好大，我的收视率就是在那里，因、欸、为我看还不错嘞。光是 YouTube，他一部片都有八十万，八十万点阅呢，不错呢。所以你看，虽然他负面这么多，他负面这么多，负面这么多，可是他没有错啊。我们今天不是说我跟吴宗宪没有。 没有像仇人这样，哦，我先讲，只是一个，只是一句话来一句话去不爽而已，我没有这么，我没有这么恨他啦，哦，没有你们想象中这样子啦，其实也没事啦，哪有什么大仇恨，打打嘴炮嘛，炒炒新闻嘛，哈,哈，有趣嘛，哦，不会，我我我没有对他什么啊，那这一辈子我一定要。 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。这辈子我一定要，我没有那么神经病，哈、哦，有趣啦！大家都在这个圈子里吧，你一来我一句的，有趣吧？是不是这样？你看的有趣，我看的有趣，啊，就这样子而已，没有那么大的仇恨哦。我只是在讲，他还是很多人支持他，他做了再多奇怪的事情，还是有人支持他，因为他就是吴宗宪，这个就是所谓的艺人现象。 他以前到现在出了这么多问题，他还是吴宗宪呐，他还是没有下去啊。所以你们这我打他，我拿他来当例子啦，来反问你们这些管黑，你再做再多有用吗？没用。那是因为这次月饼我比较笨，因为我要理你们，我不理你们，我一样还是赚钱的、啊，是因为我太在乎观众群。 我也在乎这最后一次，我先讲，亏不能一直吃啊！我有做嘛，我有做过了，就代表我有诚意到那里，我做生意诚信有到那裡，大家也看到了，我做一次而已，哦，未来不做第二次，先讲，不要老是这样子害我，让我赚不到钱，哦，至于你要去信他，就信他，我只是反过来问你嘛，阿管也是一样的意思，阿管一样也是一样的意思，你无论怎么样，阿 take 我。 你会对我的粉丝造成任何的影响吗？不会，他们只会粘着度更强。那个粘着度啊，哦，很黏呐、啊。因为他认为他阿管被你们欺负啊，你们在做这些事情只会让我们向心力更大啊、哎。要去信你，不会啦，真的不会啦。你相信我啦。这是每个艺人嘛，包含我们统神哥，他出这个事情，他对他来说没有，他更红。 他就是电竞圈一个不能少了他，就不能少了他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不能少了统神。那天我一个朋友，我们那个刺青师才说他们全家都喜欢统神，看着哥哥笑，还说：哎、欸，我给你介绍一部片，我刺青边看边笑，虽然很痛啊，刺的他妈的痛的要死不活啊。 所以他很痛啊，看的我他妈笑死！哎、欸，桶神你不要检举我嘞，我可以帮你推销，你不要检举我嘞，bro。哦，我给你晃一下，真的很好笑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你会笑死。大家有兴趣哦，去看，去看他全部哦，真的很好笑。我就觉得桶神真的是太太厉害了，你知道吗？太太就是台湾不能没有桶神呐、啊，哦。 他们不能没有统神啦！哎，你过来一下，你光看我们统神以前的影片就好了。我给你介绍这一部统神的影片，他什么都没有干，他就是光他不吃个面都要笑死你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们统神就是有这个魅力，我们就这样静静的看他，他这一部片从头到尾，他就是吃完面之后就一直在喝水、喝牛奶、喝水、喝牛奶，你就是想笑，你就是想笑啊！ 我看了就会想笑啊！哦，我们来看个三分钟。哎，同统神，统神哥，零零三，哎，推荐你一下，这是我们同神的，很好笑的啊、哦。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啊、哦，不用刷的，刷快一点的。你帮我把他们倒,倒一倒、哦、干嘛啦、啊？早案是倒剩下一半吗？你们就要好礼心公司，心公司，帮我倒一倒。 保证你吃五分钟就说。Uh. 大王干面哦。纯。<laughs> 好，他就一直喝水，他就是一直喝水，我都觉得超好笑，就这样。哈哈哈。 老板，来一份川烫猪唇。 说喝牛奶解辣的效果比较好。这个好笑在哪、喔？你把它整个看完哦、喔。我就因为版权的问题哦、喔，你把它看完，你就知道为什么好笑在哪。我就跟你讲啦，它就是它就是好笑，真的好笑。你把它进去看完，它就是好笑。 为什么好笑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很好笑。我不知道，就是很好笑。他喝了十分钟的牛奶，十分钟的水，然后出去外面吐三次就他妈我就是从头到尾都不讲话，就是一直一直喝，就是很好笑、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很好笑。我认为就是很好笑。哎、欸，嘿、欸、嘿，对，<laughs> 真的啦，你们要。 要要懂那个点呐、啊，你看，我打个比方嘛，你说他，他就是，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嘛，你可以就否认他吗？<laughs> 对不对？就是就是就就,就,就在就是在就是在就是梦。对。不是啊，你自己去看，从头到尾啦。 你自己看，从头到尾，真的很好笑啦，从头到尾啦，好不好？工上一下，啊，我也要喝一下。